擦，这玩意儿怎么还黑的呢？积木在草丛里边，咬抡不行，这波兵力有点多，扛兵了。是时候开始到合适期了。这积木我好像打不过他呀，快跑！不行不行不行，回趟家传送出来。我们就要打仗了，这你不没了吗？积木抡咬抡，等他闪顶。哎呦我操，这顶的啥呀？我这是简直是令人吐血。我给他顶走了，没顶好，鼠标位置搞错了，就不能往我这边走一走。那蛤子是不是打石头人去了？哎，还有意外收获，操了，还有闪现，哎呀好烦。不行啊，他装备比我好，我打不过他呀，玩的有点克我，智盲太讨厌了。得要个水银鞋能行，没有水银鞋比较难打，玩智盲时间太长了。感觉还行。哎呦，不容易，嚯！这是在我出了装备以后的情况下，还打成这样的，差点没打过。嗯，哎呀。这也能踹着我？哼，债主来了，他是债主啊！升个六，这波还能把积木杀了，没事。顶，吸咬抡，抡抡，这有点烦呢，我操！你看不见峡谷先锋吗？哎，他这边还有闪现，我操了，好烦啊。还行，他帮我把闪打出来了。老蛤子，我去，哎呀，我你胳膊臭。你谁？你谁？我就不谁了。你吓我一跳，我寻思谁来了呢？给他拆了。谁吃谁谁。我享有躺赢权。去中路吃他别人，我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，好吧。不过我确实是很需要那个蓝霸啊，那个人头。
你的惩戒为什么要交这么早啊？好吧，给我追他！啾啾啾啾啾啾！别烫死我！我操！啊 ，A 死了！我算是废了，兄弟们，我们是既没等级又没钱，人头被抢了，对线被干开了，这是先锋也没有，塔皮分着吃了，这是啥也没有，现在整个一废人。我希望这卡萨丁能撑起大旗。我走还不行吗？啥路带线吧，带个屁！你瞅我那破装备，你瞅瞅我那一身的破装备，你瞅瞅。你看看，你瞅瞅这一身破烂，我像个要饭的我。你那个哈子，举步维艰呐，兄弟，那是举步维艰，到了一万个眼杀我。有两级克，两级克可以。人家这塔皮都是单吃的，上线的蛤蟆就搁旁边。没事，慢慢打吧。中路二百二还打不过，哎。基姆打人太疼了，这咋玩啊？哎呀，咋玩？你个妈呀！你看，我一劣势点就开始有人放屁，低端局被虐。有人抢东西，我咋不被虐呀？你把我东西全给我抢了，完事你是个屁！人头你拿了，兵你吃了，我操！打皮你也分了，完事到头来说我被低端局被灭，我操！那你都给我东西呀、啊？你啥也不给我，我咋塞呀、啊，大哥呀？你啥都要，完事你还得要我塞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是没地儿说理去了。让谁你都得给点东西啊，啥也没有，整个积木，你说这半天也不来个人。我跑还不行吗？哎呀，太难了。你可拉倒吧，有人没呀、啊、过来个人啊，来个人不行吗、啊、大哥？哎呀我操，我拼一波有点盐，我再带一波蛤蟆来了，我又拼一波又有点盐，我再带一波蛤蟆又来了，就是无限循环。我杀他的时候他就有点盐，下一波人家打野就来，来完以后再下一波点盐就好，我们这无限跟他打不了，我都不知道咋玩。
我也不是开送，我没办法。那你说我咋整？没办法，你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，不是我送。我现在就是工具人，我是一个拆塔工具。来人，我就只能死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没有位移。哎呦我去下路，我不得上呆了，我去下路，把智慧默认除了，我估计应该能打。伤害不行啊，顶不住啊，装备差太多了，打不了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波尝试。点一下掉一块血，怎么感觉打不了呢？不行，别打了吧，算了，抓紧时间。走了。